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可惜啊！前阵子我收到了这一封万代的这个在华山举办的一番赏的这个展览 VIP 的邀请函，可以抢先10点先入场。但是由于今天是有非常重大的个人因素的事情，真的没办法前往。然后看到很多人有持这个 VIP 证进去分享的照片，就真的觉得超级无敌可惜。但是在这边也是再次谢谢万代肯给我这个超级小咖这个 VIP 的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展览。其实说实在的蛮开心，虽然先前买了非常多的不管是模型或是精品，也骂了非常多次的万代，但是始终不变的就是自己还是一直在买。但还是不得不说再次的感谢万代有发这个 VIP 的邀请函给我，也由衷的希望之后还能有机会，然后再次可以用这个 VIP 的身份先前往进去里面拍摄，然后后续可以跟大家分享。这应该算是我今天觉得最最觉得算有点小沮丧跟觉得小失望的一件事情。感谢万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Love and Peace， 拜拜。